恭迎天帝归位。本君身上似有不妥。嗯，哪里啊？腰、腿，还是这里？嗯，滚！哎，怎么历劫回来成这样了？哦，你该不会是被人……闭嘴！切，闭嘴也行。不过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哼，去人间寻夫。啊，紫妍，我回来了，待我将你复活，你我之间的恩怨便一笔勾销，可好？啊，你怎会如此？莫非你也非人类？睡了好长一觉，累死本王了。听闻天帝也去历劫了，你们可有遇上？不记得了，应该没有吧。天帝那个老直男刻板严肃，遇到了我也离得远远的。